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好不好？ Raymond 你在哪里？煎饼大哥在哪里？煎饼大哥在哪里？因为哈，煎饼大哥他每次访问我，然后他叫我唱歌，可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歌声耶。因为煎饼大哥是很爱唱歌的，对吗？应该是很爱唱歌的，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个五班节目是叫我们就是创作歌手上去自弹自唱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，因为喜欢讲话，所以去做 DJ， 喜欢搞一些音乐节目，应该喜欢唱歌，好像也没错哈。对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大家想不想听煎饼大哥唱歌？对，这个东西是没有彩排的。对，真的真的没有彩排，我们没有 record。对。应该可以，那你先来。OK， 好。OK， 那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大家想不想听啊？来，来一个五万人的掌声好不好？完全即兴吧，我有唱的不好，你多多包涵了，谢谢大家。